好了，早上好，陀螺比，你的感冒好了吗？好了，比比比，好了，比比比，太好了。感冒一直在家睡觉，闷死了。陀螺比，那快换衣服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好嘞。天气真好呀，我们到外面去玩吧。一起玩呀。我们到外面踢足球。我今天还不能到外面玩，我答应过妈妈的。是吗？那我去啦。踢球了。陀螺比不能和大家一起玩，看上去很孤独。怎么才能帮到他？对了，我也在教室里玩吧。可是还想踢足球啊。小虎，你想在教室里玩的话，老师帮你把手工纸拿出来吧。昨天我们一起做的折纸火箭，你去教陀螺比好不好呢？好的，陀螺比。你怎么不踢足球了？今天不踢了，我想和你一起玩。真的，乔虎，你真好，谢谢。太好笑了！你不要紧吧？没关系。陀螺比的感冒才好，天气这么冷，他会受不了的。怎么才能帮到他？对了，我把围巾借给他。没有围巾好冷啊。没关系，琪琪身体最棒了，不怕冷的。陀螺比，这条围巾借给你吧。谢谢你，琪琪，好暖和呀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琪琪，把围巾还给你。小虎，我们今天到外面去玩吧。太好了，去踢球喽。小朋友，你也会对朋友献出一份爱心吗？教你玩汉字逻辑益智乐，欢迎来到玩具工厂，我们正在检查玩具汉字逻辑益智乐。合格，合格，通过，通过，合格，合格，通过，通过。学习卡片放在学习机的背面。组装正确，请检查学习机的盒盖。盒盖可以打开。试一下题卡吧，先把学习卡片抽出来，选出一张题卡，然后打开盒盖，把学习卡片从右边插进去。插好了。不对不对，题卡要插到底，这才对。试一试答题。是这个吧？答键按不下去，答错了。我知道了，是这个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检查完毕，汉字逻辑益智乐可以寄给小朋友了。
轻松识字，带口的汉字。口，口。妹妹，妹妹。哥哥，哥哥。口在右边是和，和，哥哥和妹妹。口在上面是胸，胸，一对亲兄妹。吃，不能吃。口在左边是下，下，妹妹吓坏哥哥。不可以吃玩具。口在下面是告，告，哥哥告诉妹妹。口在右边是和，和，哥哥和妹妹。口在上面是兄，兄，一对亲兄妹。口在左边是下，下，妹妹吓坏哥哥。口在下面是告，告，哥哥告诉妹妹。Hello ABC, a sad tall uncle.朋友，你去哪里呀？去看望我的高个子叔叔，他今天很伤心。为什么伤心啊？叔叔走失了他的羊，今天他生日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惊喜，惊喜，惊喜。找到了，我们到了 ，Uncle Uncle， Tall Uncle Tall Uncle， Sad Uncle Sad Uncle， Uncle 你怎么了？Happy birthday Uncle Happy birthday Uncle， Thank you Happy birthday Uncle。Yes, I feel happy. Happy birthday, Uncle. 一起唱歌跳舞，唱歌跳舞。
uncle. I have an uncle. He's a tall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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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ll. He's a tall uncle. But he is sa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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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d. He's a sad uncle. No, no, no. I feel happy. I feel happy. I'm a happy uncle.But he is sa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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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d. He's a sad uncle. No, no, no. I feel happy. I feel happy. I'm a happy uncle. Happy uncle. Happy birthday. Uncle. Uncle. Tall. Tall.A tall uncle. A tall uncle. Sad. Sad. A sad uncle. A sad uncle. Happy. Happy.A happy uncle. A happy uncle. 下次预告。窗外是什么季节？是春天，美丽的春天来了。小汽车，哇哦，是手工汽车创意组拼出的小汽车。下次的主题是春天和蜜蜂，你也可以用手工汽车创意组做出自己的小汽车。下次再见吧。巧虎新发现，切开看一看。哎呦，在哪儿呢？哎呦，在哪儿呢？哎呀，姐姐，你说的神奇玩具在哪儿呢？看，在我手里呢。哎。原来是放大镜啊，这有什么神奇的？我的放大镜啊，可特别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有了这个神奇的放大镜，就可以看到物体的内部啦。能看到物体的内部啊？那沙发的内部是什么呢？我看到弹簧。一根根的弹簧在支撑着，很有弹性的。哦，怪不得坐上去很有弹性，原来里面有弹簧。沙发里面有一根根的弹簧，坐上去很有弹性。如果在沙发上剧烈的跳动，会压断弹簧的，那样坐上去就不舒服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姐姐，我想看看。嗯，我还有一个，这个给你吧。太好了，呵呵，我也要用这个放大镜来看。看什么呢？哇，真神奇呀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要看一看滴滴答答的时钟。时钟里面有什么？我看到在滚动的齿轮。转动的齿轮一个带动一个，其实时钟手表里面都有这样的齿轮，通过发条或者电池让齿轮转动起来，这样指针就会走动啦。我们听到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就是齿轮在转动呢。如果电池不足，钟表就会慢慢的停下来了，重新换上电池又能走动了。这下我明白了。那八音盒的内部又是什么样的呢？
让我来看看。我看到里面有个滚筒在转，滚筒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凸起的小圆点？对啊对啊，旁边还有一排长长短短的细条呢，这些细条可有用了。嗯，那音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看呢，这些凸起的小圆点随着滚筒的转动就会波动一旁的金属细条，长短不一的细条就会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悦耳动听的音乐就出来了。音乐真好听。嘿嘿，厕所里有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是不是厕所里也有八音盒呢？是吗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嗯。哦，声音是从马桶里传来的，你看到水面上的浮球了吗？嗯，那个浮球啊，是用来控制水箱里的水的，随着水面的上升，浮球也会慢慢升高，水箱里就盛满水了，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在加水呢。哦，哎，姐姐，让我们去外面看看别的东西，好吗？好啊，顺便我们去买甜甜圈吧。太棒了，走喽！哎，巧虎，等等我。轻松识字，带日的汉字。看，傍晚的天空。日，落日的日。阳，太阳的阳。太阳下山了，嗯，夜幕降临了。星，星星的星。星星眨眼睛。明，明亮的明，夜幕很明亮。好多音符呢。音，音乐的音，音乐伴舞蹈。顽皮的日跑到右边是阳，太阳的阳，太阳下山了。顽皮的日跑到上面是星，星星的星，星星眨眼睛。顽皮的日跑到左边是明，明亮的明，夜幕很明亮。顽皮的日跑到下面是音，音乐的音，音乐伴舞蹈。动起来，袋鼠跳跃，跳。袋鼠跳，我也来。嗯，哎呀呀，动作不对了。咦，两腿要并拢，对，腿要并拢。嗯，并拢膝盖，并拢了。袋鼠跳。跳跳跳跳，脚尖跳你会吗？卷起身体，抬起脚跟，跳跳跳跳，脚尖跳，跳跳跳跳，再来一遍 ，again。卷起身体，抬起脚跟，左右左右，
跳啊跳啊跳啊跳，你也一起来。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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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啊跳啊跳啊跳，扭啊扭啊扭啊扭。跳啊跳啊跳啊跳，扭啊扭啊扭啊扭。成功了，一起来跳吧。